12月4日，范玮琪在痛失好友高以翔后再次发文，从今以后我要为我爱的人而活，把每一天当成恩典来活，谁也不知明日将如何。据悉，艺人陈建州与老婆范玮琪12月3日傍晚现身高以翔灵堂，两人穿着一身黑低调到场。高以翔的好兄弟蒋坤伟走出门迎接两人，双方一到场内也立刻拥抱致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